嗨嗨，有人来吗？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染了红发。那你们现在看到我的头发的颜色，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太多太多了，就觉得你们会很乱，就莫名其妙太多各种各样的颜色了。我头发其实保护算挺好的啦，我都不会断。你看我染那么多，经常用那个头发那个发膜，然后来保护头发，还有精油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像这个发型加这个颜色，像头上顶了一个西瓜，还是草莓一样。看看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合成大西瓜，我把自己合成了吗？稍等片刻。锁个门，怕突然有人闯进来。当然是素颜了，只不过开了一点点美颜，虽然是素颜，但是开了一点点美颜。开了什么美颜？开了那个叫什么磨皮。哎，太实在了，这都告诉你们，就应该跟你们讲啥都没开，就素颜。其实我皮肤最近保管挺好的，基本上不怎么长痘，最近。就基本上没痘了，以前还经常会长痘，最近感觉从去年开始吧，就没怎么长过很严重的痘痘了。为什么？做好保湿，这就是秘诀。保湿，皮肤的保湿一定要做好，要不然就会出油，然后又会那个长痘。真的是美妆节目上多了，然后就这些知识该知道的还是知道的。剧透啊，没什么好剧透的啊，关键是你们也不是今天是今天吗？还是昨天出来一个采访不是吗？对啊，然后那个采访里面已经剧透很多了呀。对啊，没什么好剧透的。该剧透的我们都已经在采访里面已经剧透了，然后呢大家就等到3月10号我们的专辑发布。 keep back， 差点唱出来了。看看我的眼睛，好，让你看我的眼睛，看到了吗？我最近比较喜欢留长发，对，喜欢把头发留长，然后把眼睛遮住，就
刚好我现在这个长度呢也不眨眼睛，就刚好是到眼睛下面一点的地方。不眨眼，扎马尾，其实我可以扎的。我的头发长度是已经是可以扎的那种程度了，你看旁边全部剃掉了，但我现在没有那个，可以扎个小辫儿，扎一个那样子，这样一个小辫儿。苹果头，苹果头就是扎一个在中间是吧？那个，扎完不就真扎完不就真的变红苹果了吗？Showcase 也是3月10号吧？具体几点我也不知道。小柿子，济州岛。济州岛前段时间是那天是私人行程，是一个我们的经纪人结婚，然后我们就去济州岛，他在济州岛结婚，济州岛人嘛。然后我们就那天就去济州岛参加他的婚礼，之后就回来了，顺便就稍微的休息了一下。Cover，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，哈哈哈哈，啊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陈乐那天弹了那个是吧？怎么弹来着？他那一段。是啊，好像是怎么弹的。我也不知道随便弹了一个什么东西。我又随便弹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就是钟成乐弹的那个，我只不过我 cover 了一下钟成乐弹的那一段。打歌打几周？我也不知道。
没听说过，反正我们就叫我们打就打呗。这里面咋还有柠檬汁呢？真的，好不好？《Keep It》这首歌呢，真的是我这一次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主打这首歌非常的很有中毒性，到时候你们听了，特别是副歌的部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而且它的舞蹈也特别简单，嗯，舞蹈就是副歌部分的舞蹈啊，感觉就大家看了一遍就可以学会那种，到时候你们都记得跟我们一起跳，跳了之后发，为什么一直打嗝？跳了之后记得发一下微博啊、SNS 啊、上 SNS 上面啊，或者是发什么 TikTok、抖音啊这样的发上面，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嗯，怎么跳？要不要我教你啊？现在教你啊！太简单了，好什么好？可以什么可以？当我傻呀？呵呵呵呵呵呵我哦，回你个呵呵对，今天去跑步了。对，今天是算是休息日吧，然后没有行程，然后所以就在家待着，也是待着，还不如出去运动一下。对啊，那个小鸟啊，跑着跑着，然后看到那个路上那个水泥路上，然后突然有小鸟的脚印，真的特别可爱。什么时候剪的头发呀？我已经其实已经剪了，这是已经剪的。我要不剪的话，我现在前面头发到这儿呢。开玩笑，我剪了很多了已经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其实很多人叫我做弹琴直播，是上次在什么地方让我做弹琴直播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弹什么，好像是因为最近做歌的话都只是做歌。
弹月之谜，月之谜我还真的不会。没有，主要是我太久没练钢琴了。最近你知道，我们二月份的行程啊，真的是这个是有史以来啊，就是最行程的行程，特别的疯狂，你们想象不到的疯狂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哎呀，谈什么呢？谈什么呢？点什么好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嗯，对。来扒一首歌吧。扒一首什么歌嘞？
哎，是不是弹串了？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这一切沉闭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装的花了，让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将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将我忘了吧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？哎，你说你会哭，是因为在乎。怎么唱吗？老是容易唱串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来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，一些数字你再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走了，离开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这是回忆的音乐还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这句歌词怎么来的？这句歌词是什么？还能感受那温柔。OK， 这歌好久没唱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唱。可惜不是你。和弦可以唱好多个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歌词什么来着？歌词怎么来着？完了，自己的歌的歌词都不记得了啊！可能就是因为是萧敬的 part 吧，可能是因为是萧敬的 part 吧。自己的 part 是什么？